to the top.这个影片呢是出自于对《战地风云：硬派阵线》这个游戏的一个模仿，跟表达我们对它的喜爱，到了一个需要到模仿的程度。那没有任何的盈利的目的，然后所以希望 YouTube 不要禁掉我这个影片啊。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做剪辑跟拍摄。那只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效果，因为搭上，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背景音乐，所以搭上这个背景音乐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变得很酷。OK， 所以大概有声音，我们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在下面按喜欢，然后期待E3展会有更多的讯息。声音我们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